唱跳歌手小龙女又嚟啦！呢几日咧都喺度排紧舞啊，咁到底我会唱啲乜嘢歌去跳呢？想知道就一定要嚟睇20同埋21号喺麦花臣嘅音乐会啦！唱跳歌手小龙女又来啦！这几天呢，也又在这排舞。那到底我会唱什么歌去跳舞呢？想知道的，一定要来看一看20号和21号在麦花臣的音乐会啊！